妹妹的情书广播剧《最好的时光》第二章第四十集。想架想架咧，啊喺呢度，呢一沓衫摆夹，有呢一双嘢，喂？喂？喂喂，我喺度、我知。喂，仲有十五分钟咧，我就到噶啦。我而家过紧咧海底隧道啊，你啲嘢执成点啊？使唔使我上嚟帮你执啊？唔使啦，都七七八八啦，争少少湿碎嘢啫嘛。真系唔使。嗯，我之前喺美国咧帮惯人搬屋噶、啊。得啦，我自己搞得掂啊。唉，咁好啦，喂，不过你自己唔使搬落嚟啦，我叫咗成班人上嚟帮你搬噶啦。哦，咁好啊。好咯，冇嘢同我讲啦。冇啦。哦，咁啊，一阵见啦咁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估唔到呢间屋住咗半年都唔够就要搬走了，仲记得初初搬嚟嘅时候，嗱、何小姐，点样点啲家私齐唔齐啦？你哋未搬完噶、咁就咁将我啲嘢抌喺条街度啊？咁即系点啊？你之前都冇讲清楚话要掹楼梯掹到上唐六楼啊，大佬！如果要我哋搬埋上去啊，要另加附加费噶，呢啲都系公司规矩嚟啫，我哋都系照做嘅啫嘛。我唔会俾噶。哦，咁唔俾唔紧要，你哋自己慢慢搞掂啦。自己搬咪自己搬咯，如果我唔得啊，我问多你一句啊，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发出噪音骚扰其他人瞓觉啊？嗱，小姐，我谂你要搞清楚，首先啊，呢啲叫音乐，就唔系叫噪音。第二咧，呢个世界唔系得你一个人噶，要静就唔该你搬入大屿山啦。仲有啊，第三啊，我喺呢度住咗咁多年啦。你是唯一一个投诉我的人，说我吵啊。那我不知道究竟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呢？我想你问全世界的人都是得一个答案的，是你有问题。那你会不会很快就不想对我好？那就要看人家给不给我继续对他好咯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烦？其实女仔应该是烦的、麻烦的女仔才可爱的嘛。是的吗？是的。所以你得闲嚟烦下我啊，我唔 mind 噶。咩嚟噶？将几个枕头黐埋一齐，即系点啊？你病嘅时候咧，好需要啲倚靠嘅。你又自己一个人住，当冇人喺你身边嘅时候咧，就系呢个一比一人形箍笋大显神威嘅时候啦。哇，多谢、啊。不过你唔讲，我真系睇唔出呢个系人形咯。佢唔能够同真人太似系有原因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如果佢太似一个真人咧，你就唔需要一个真人噶。咁我点算呢？你成日唔食嘢，瘦到咁，我真系肚饿啊！其实因为我净系想同你庆功咋，嗱唔好喊啊！撞妹嚟，我由初初好憎呢度，到咗依家竟然有啲唔舍得。再见啦，留下朋友。是你睡了，这日出朝朝。将最后的纸条，来望你一次，曾梦眼中轻轻的转身，一切没掉，没有话说，驾着车悄悄，想过去，哭中带着欢笑。落过跟你能同到每朝，想这里又再终于好了，且心中多喜爱，愿你今天起珍惜你未来，不必等一天我再次抱抱，冲不开天色悲哀，是两颗心相恋未来背弃你，即使不应该，车远去，心更碎，前尘比日出掩盖。
第二日我翻咗屋企食饭啊，阿哥佢约咗人唔喺度，阿妈又同细姨去咗云南旅行，得翻我同老豆。原来我哋两个已经好耐冇倾过偈啦。我哋讲翻好多咧，我细个嗰阵时发生嘅嘢，不过大部分我都唔记得啦，除咗呢一件。你啊，由幼稚园一路上到小学，成日都病嘅，啊又唔肯食药，次次咧搞到我好似逼你食毒药咁，喊到隔篱屋啊都忍唔住过嚟揿钟问咩事啊！咁啲药真系好难食啊嘛！你真系病啊嘛，咁唔食药点会好咧？不过老豆啊，咩啊？讲个秘密俾你知啊！哇，讲。咁我哋细个嗰阵时次次病咧。你是不是都会逼我同阿哥互相监视住大家有冇食药嘅？嗯，其实呢我同阿哥夹埋，一趁你唔觉意就将啲药抌晒落街。啊！你两只嘢啊！啊！你啊！你嘥晒我啲钱带你嚟睇神啊！你两只嘢真系白厌啊！唉，不过咁，你两个家阵未系牛高马大，同埋我知噶，呢啲嘢实系你大佬教你啊！哦，其实我一路都好想讲翻俾你听噶，不过我又惊你会闹我咯。后生嗰阵或者会，我家阵老啦，啲火都唔知去晒边啦。唔系啊，你都唔老。耶，老豆自己知自己事。系啊，做咩无端讲啲咁嘅嘢啫？啊，咁啊，讲第二啲啊。嗱，我仲记得啊，你有一次咧，又喊住食药，啊啲眼泪咧，一路好似开水咁，叭叭声，叭叭声，咁系咁流出嚟，跟住咧一路流，你系一路讲啊，啊咩，我第时一定要做医生，啊发明啲唔苦嘅药嚟医好人，系咩？系啊，乜我真系有咁讲过？咦，你自己都唔记得啦，啊我间唔中啊都记得你呢件事噶。嗯，原来我细个嗰阵时反而几有创意喎。系啊，阿芝啊，嗯，自从啊你嗰次讲完话要做医生之后咧，阿爸就帮你开咗个定期户口，咁啊每个月咧定期落啲钱落去，你嗰啲利是钱啊、阿嫲阿爷啊俾你嗰啲生日钱啊，我全部都挤晒落去噶啦，留翻俾你第时啊读医生用啊。点解你一路冇同我讲过噶？老豆锡你咯，老豆想留你喺身边咯，咁咪得咯。我而家又唔系冇书读，咁唔使去其他地方噶。唉，嗱，老豆都后生过，以前有好多嘢咧，好想做，结果冇做到，后悔咯。所以啊，我更加唔想你好似我咁一世遗憾。你去啦，我知你啊，好想出国留学好耐噶啦，你大个女啦。有啲嘢可以自己决定噶，老豆啊！唉，无论你点决定啊，去边度都好，你最紧要记住，老豆永远都喺度，永远都喺度支持我呢个乖女噶。你又唔好喊啦，嗱，你再喊，我俾啲最苦嘅止喊药你食噶。老豆，傻妹嚟嘅。温馨女英，系攞住机票去边啊？旅行啊？唔系啊，我搬啊。冇啦，搬去边啊？我都就嚟出碟啦，唱片公司安排咗个新地方俾我住。喂，咪先，你签嗰间咩公司嚟噶？你签之前做乜唔揾我商量下先啫？关你咩事啫？你以为你系前辈啊？你都系早我几个月签唱片公司噶咋？唔关前唔前辈事啊，想关心下你得唔得啊？唔使啦。多谢。OK， 咁你之前失踪咗成个月，就是为咗预备做歌手啊？一半系，一半唔系咯。咁请问另外嗰半发生咩事啊？你要知嚟做咩啫？
你想知道你一早嚟咗揾我啦，使唔使咁啱撞到先问啊？我冇揾你，我打你屋企冇人听，揿钟又冇人应，打去卡拉 OK 咧，你啲同事话你请咗假，前两日啦，我摄张纸仔你门口啊，你又冇复，我唔日日都隔日揾你一次啊，如果咁都算冇揾过你啊，我真系冇话好讲啊。OK， 咁就当我避你咯，你做咩要揾我啫？我点解唔揾你先？你都有女朋友啦，人哋连你屋企锁匙都有埋啊，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。我几时有女朋友啊？仲有我屋企锁匙？我亲眼见到佢入你屋企噶。几时啊？是但啦。咩是但啫？咁我真系冇啊嘛。哦，我知啦。一个月前嘛，个女仔系咪好长头发，黑黑地几高噶？我唔想知道啊，唔记得啦。唔系啊，嗰、那个系我公司同事嚟噶。嗰日我带漏咗件衫去影相。所以佢翻嚟啊，帮我攞咋？影相唔系有人帮你预备好晒啲衫嘅咩？嗰日个访问啊，要影我啲珍藏 band T 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你而家讲咩都得噶啦。如果我黄仲琪有讲大话嘅，我就一世出唔到碟，唱唔到歌。你讲完啦嘛，拜拜。喂喂，何星，你个 call 机系咁响啦，我唔阻住你啦，大明星。喂喂喂喂，嘿！你发咩癫啊？你过嚟。喂，去边啊？放手，放开我啊！你企喺度。做咩嘢要我上嚟天台啫？呢首歌系我第一只 first club， 系我唔见咗你之后特登写嘅。你系第一个观众听我唱 live。想你，你叫我太欢喜，装不出不羁。巴不得一起，想你，你叫我怎心死？只想向今晚拥你入怀，细说旧梦。为何有一天仍未与我通电？感觉太悬疑，为何难启齿？但偏偏想你知。有一天期待见你一面，走到你门前，谁人陪身边，是否可讲我知？这一刻我千百样心思，不过两个字，你叫我如此。想你，你叫我太欢喜，又点啊？唱首歌就以为冇事啊？你知唔知我呢几个礼拜揾唔到你，我真系好担心你啊！我以为你发生咗咩事，慢慢我觉得自己好似俾人玩紧咁。最弊系我甘心俾你玩，我谂我今次礼真。咩礼真啊？我唔明你讲咩。我认真噶，你信我啊？信咩啫？我谂我真系中意你啊，温馨温馨。你讲咩啊？我话中意你啊，温馨温馨。吓？我话我中意你啊！我都系听唔到、啊。我话我黄仲琪中意你何淑卿啊！你仲喺楼下，快啲同我落去攞翻啦！我谂唔使啦。系，系，系，你好啊。你哋倾下先啦，我翻翻落去。所有嘢都帮你搬晒上车啦，你仲冇嘢帮手啊？萧美燕啊，
对唔住啊，我谂我唔搬啊。吓、啊？哦，好啊。咁我叫人帮你拎翻晒啲嘢上去先咯。唔系，其实你住喺度一样可以出碟嘅啫，嗬。我谂我唔做歌星啦。哦，我明嘅。坦白讲，我系对你有好感，但系我唔系因为咁先投资开唱片公司同你出碟噶。我真系以一个正常投资者心态，觉得生意有得做，我先肯做噶。你信我啊，你真系可以成为最受欢迎女歌手噶。多谢你啊，但系我想成为最受欢迎男歌手背后嘅女人多啲啊。对唔住啊，萧明言。你需唔需要啲时间考虑清楚啊？好，都好嘅。多谢你肯同我癫，我会好好咁记住呢段日子嘅。你永远都系每年歌唱比赛攞冠军嗰个何淑卿嚟嘅。你永远都系 Form Two 嗰时同我一齐罚棋嘅萧明言。咁好啦。得闲再约你去剪头发啦。我走先啦。哦，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。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，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妹妹的情书广播剧最好的时光第二章第四十集，声音演出依记饰演何淑卿，阿 Win 饰演余傲之，黄冠中饰演黄仲琪，方大同饰演刘小君，林义文饰演 Maggie 张，周柏豪饰演余傲德，编剧及制作妹妹妹妹，监制苏耀宗，故事及导演马志豪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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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都是听流行曲长大的。星期一继续和你经历人生中最好的时光。